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斌哥，一个爱玩的主播，好久没有露镜了。今天呢，展示三件藏品，这三件呢，也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三件藏品了。今天呢，给大家一起分享讲解一下。好，话不多说，先来讲解第一件，这件是一个乾隆的将军大冠，更难得的是一个全美品，没有任何毛病，完完整整。这是一个从老藏家手里收上来的。包括釉面几乎没有划痕，就是说保存度太完好了啊，完整的。就当时我见到的时候，就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啊，怎么可能保存得这么好？真的很难得，因为乾隆距今已经300多年了啊。这是一件乾隆，更难得的是，这是一件乾隆早期的。来，我们近距离来欣赏一下它的这个盖子啊，这是狮耳盖钮，它是贴塑。青花发色，一流顶级一流，器型特别的规整哈。这是画的是山水啊，全满宫的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里面的这个胎特别的干净啊，特别的干净。因为老的胎都是古矿物质胎，不像现在仿的东西呢，都属于化学原料了啊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罐子，画的是特别的细。可能我们从视频当中看，觉得画的有点糙，其实这个东西它是粗中带细的那种感觉，每一个你跟比如说这个房子跟树之间都有线的勾勒，都有线的这个分开啊，全满宫的这些东西呢，我也是格外的喜欢啊，欣赏一下。看一件瓷器的话，主要就是形胎、釉料、工款6个方面，所以说胎的话，看胎底的话是格外的重要。然后再就看一下胎釉结合处，看了吗？这种修胎的规整，还有就是说胎釉的这个感觉。虽然说这个没有火石红哈，没有流露出火石红，但是这个东西是开门老的东西啊，开门老的东西，乾隆无疑哈啊，所以说这一件东西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件藏品啊。这件藏品我们就讲解到这里。这个是一个重制的一个大的尊瓶，青花的粉彩的描金的，特别的漂亮。这个为什么说要漂亮呢？因为不光是它做工做得好，因为青花的话，因为要入窑一次嘛，粉彩要入窑一次，上面描金还要入窑一次，它是3次入窑，就做工繁琐，所以说这个东西非常的珍贵，我见到也非常的喜欢。然后再就是画片画得特别的好，这是鸳鸯，这两个都是鸳鸯啊，这是鹤啊，然后呢这是凤凰，这是一种五轮图的题材，五轮图大家百度可以搜索一下，五轮图就是君臣啊、父子啊这样的一种题材画。这种画片画到这个瓷器上，然后分开来讲的话，像这种的，这种就叫喜上眉梢了，喜上眉梢啊，一种美好的寓意。这种呢叫安居乐业啊，这个是一路连科啊，一路连科啊，还有这种的花开富贵啊，锦上添花啊，就是说是画片特别的好，寓意也非常的好啊。很难得啊，因为你看的话，下面的这个画片跟上面的画片是差不多的啊，是一样的，所以说这件东西是一个铜制的开门老的胎釉的结合处，特别的规整，修胎也特别的圆润啊，这件东西真的非常难得。下面画的是养父莲啊，养父莲一般是明代的画养父莲的比较多啊，这件东西真的我非常的喜欢啊，真的非常的棒，好吧，这件东西就讲解到这里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这个是广彩，是一个大屏的广彩。这个呢，首先我们来说第一点，这个器型这个口有点失圆了啊，但是这个是个全美品的东西，没有任何的毛病啊，没有任何的毛病，是一件全美品的东西。然后其实这个我想表达的是这一点，你看好了，人物画的是栩栩如生，这是人物故事题材的，把人物、花鸟、花卉于一体，全面展现在一个大屏上展现当时的一种风貌，也是特别的美的。这是一件光绪的广彩，广彩的话是景德镇制坯拉到广东去填彩，然后再描金，然后再远销，欧美远销国外，是这样的一种制作方法。上面的金呢也都是真金白银的真金，所以说也是格外的珍贵哈。花卉画的格外的细啊，人物故事画的也是反映当时的一种生活状态。硕尔的，东西确实不错，很美啊。光绪的，看一下胎底哈，一眼老啊，很开门大老。